丞相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博弈考，将英雄移动到中间站位，可以为更多人恢复生命。三星通关了首领关卡，会掉落宝箱，装备需要穿戴上才会生效。将戴上。激发的技能可以攻击敌人所有前排英雄。战斗可以加速了，试试看吧。按住升级可以快速提升。这等身手，不知哪路少年英雄。纣王帝辛被那打，我是嫡长子，理应由我承担。使用召唤券，召唤更多英雄吧。成仙太早，永远被当小。获得了新的英雄，让我们前往培养吧。